张家口又称张园、武城。张家口的大境门是中国万里长城四大关隘之一，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。斗转星移，大境门历经风雨，饱览沧桑，见证了张家口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刀光剑影、兵戎烽火。1948年冬，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成了张家口的常客，他连续数次乘飞机往返于北平和张家口之间，与心腹将领们商讨如何应对解放军进攻张家口的问题。早在这一年的春天，毛泽东在勾画战略决战的宏伟蓝图时，就提出了先解决东北，后解决华北的战略构想。1948年11月9日，东北全境解放，淮海战役已取得节节胜利。如何解决平津地区国民党军，已成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重点问题。蒋介石数次召见傅作义，商讨华北兵力是撤还是守的问题。尽管傅作义在蒋介石面前摆出强硬的主战姿态，力主固守华北，实际上他有自己的算盘。蒋介石心里明白，傅作义是不愿意南撤的，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是绥阳人。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有一个原则，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地盘，也就是说，猛虎不离山，蛟龙不离潭。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傅作义曾率嫡系部队第35军进犯卓资山、吉宁，公然宣称如共产党能胜利，甘愿为毛泽东牵马执鞭。然而此时他已经没有说这话的底气了。一直在西柏坡关注华北战局的毛泽东，自然是雄韬伟略，成竹在胸。他的基本方针是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北平、天津、张家口地区先完成战略上的包围和分割，切断其西退和南逃的通路，而后先打两头，后取中间，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段，将傅作义集团就地全歼。眼下当务之急是抓住傅系，拖住蒋系。当时傅作义集团有近60万人，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只有46万人，双方力量对比似乎还不具备发起决战的条件，但只要东北野战军入关，双方的实力对比瞬间就会发生变化。面对华北这盘险棋，蒋介石和傅作义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，是固守北平还是南撤加强长江防线，西撤退居绥远。傅作义的幕僚莫衷一是，蒋介石和傅作义又各有盘算。在傅作义集团撤不撤的问题上，蒋介石是很矛盾的。如果能将傅作义集团撤往江南，就可以加强他的长江防线，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放弃了华北至关重要。同时蒋介石也知道，他也傅作义有矛盾，他想要傅作义撤，傅作义也不会撤的。出于共同利益和各自利害关系的考虑，蒋介石同意了傅作义暂守平津，保持海口，扩充实力，以观时变的要求。傅作义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布防于北平至张家口一线，以保证西撤绥远通路，将蒋介石的中央军小部置于北平，大部置于天津、唐山、塘沽地区，以保证海上通道，摆出中央军控制北平以东、傅系部队控制北平以西的一字长蛇阵的架势，以固守华北。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，那就是把傅作义的部队消灭在华北地区，
为了实现这个决定，一方面对傅作义部队采取围而不打、分割包围，那另一方面呢，就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提前入关，最后全歼傅作义部队。为了做好抓住傅系、拖住蒋系这篇文章，毛泽东决定先从西线做文章。他分析，围攻张家口，傅作义必有反应，一定会派兵增援。这样，乘傅作义的指挥重心也在平绥线之机，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，造成直取北平的态势。这样一来，傅作义又必然会全线收缩，去保平津。在傅作义西援东突之际，就必然把傅作义遗留在了华北，使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。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平绥线作战的部署，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在司令员杨成武、副政治委员李天焕率领下隐蔽东进。1948年11月29日夜，杨成武、李天焕率部向张家口外围发起攻击，迅速歼灭了淮安、渡口堡等地的国民党军，进而占领柴沟堡、万泉、沙岭子等地，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，平津战役正式打响。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一面收缩兵力，一面急电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，请求派兵增援。果然，傅作义惊慌失措地派出了自己起家的嫡系部队第35军，从北平驰援张家口解围。在傅作义的名将谱上，郭景云算是一个人物，他是第35军的第4任军长，前3任军长傅作义、董其武、鲁英林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乡党，唯有郭景云是陕西长安人。郭景云其貌不扬，一脸麻子，但他打仗勇猛，孤傲彪悍，有一股不怕死的劲头，很受傅作义赏识。1948年1月，解放军在涞水战役中重创第35军，军长鲁英林自杀，傅作义重建第35军，由骁将郭景云接任军长。第35军可以说是傅作义手中的一张王牌，全副美械装备，配备400多辆汽车，随时准备机动。傅作义考虑张家口是通往绥远的通道，为保住西撤的退路，张家口不能轻易丢失，他亲自召见郭景云，让他率兵增援张家口，并嘱咐他快去快打快回。郭景云确实走得也很快，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张家口，向杨成武部发动了进攻。战斗也出乎意料的顺利，先后夺回了万泉、宁远堡等地。1948年12月2日，以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突然出现在北平北部的密云一带，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正向平章县挺进，形成了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北平的态势。12月4日，傅作义从北平飞抵张家口，召集会议指出，目前形势下再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，要准备撤退，能带走的武器、弹药、服装、粮秣及其他物资尽量带走。傅作义返回北平后，获悉密云已失守，傅作义判断东北野战军一部已入关，便命令孙兰峰固守张家口，命令郭景云率第35军星夜撤回北平，加强北平的防御。但此时郭景云想快却快不起来了。慢了的主要原因呢，是他带的汽车还有空闲位置，所以呢，他在装载部队的同时呢，还把张家口的兵工厂啊、作战物资啊、官员的家属呀，也想一并带上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这时间就慢了。第35军的驻地一片混乱，不像军队在紧急调动，倒像是一个城市在搬家。
满载着兵工厂作战物资的卡车行驶缓慢，在郭景云看来，张家口离北平不过有200多公里的路，按正常的行军速度，顶多需要2天时间就能返回北平。12月6日上午，第35军离开张家口向东疾驰，在无解放军主力阻击的情况下，第35军迅速通过宣化、下花园，于当晚宿营于鸡鸣驿。12月7日拂晓，第35军继续向新保安方向攻击前进。为增加北平防守力量，傅作义还急调天津塘沽地区的第92、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，命令第13军放弃怀柔、顺义，撤至通县附近；命令第101军放弃涿县、良乡，撤至宛平、丰台、长辛店、门头沟一带。毛泽东得知消息后，几乎彻夜未眠，在雪地里踱来踱去。如果让第35军返回北平，就会影响到整个平津战役的部署。根据突发的敌情，毛泽东迅速调兵遣将，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往前线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坚决堵住第35军。毛泽东在电报中分别向各参战兵团明确指示，如果第35军从平绥线跑掉，应由你们负责。正当毛泽东焦急万分的时候，在怀来至新保安间担负阻断任务的华北军区2兵团、12旅等部队，受命先期堵截第35军，以待主力到达。12月6日晚，第12旅在西八里、水泉、新保安、东八里、马家台地区构筑了纵深约8公里的3道阻击阵地。这个公路而且挖得很绝，从山崖一直到河边，公路挖断了，这摩托化部队走不动，因为它是汽车。12月7日，第35军在18架飞机的支援下向新保安地区推进，在华北军区2兵团、12旅的节节阻击下，于12月7日晚占领新保安。郭景云下令第35军在新保安宿营。第12旅的顽强阻击和郭景云的错误决定，为华北军区2兵团主力争取到了一昼夜的宝贵时间。35军如果按原来的计划回撤的话，他有可能就返回北平了。但是就因为他这个做了一个在休整一夜这么一个决定，万万没想到被华北野战军包围在新保安。12月初的大洋河水面上覆盖着一层薄冰，华北军区2兵团指战员顶着刺骨的寒风砸破薄冰，徒涉过河。当战士们渡过大洋河时，棉裤腿和棉衣下摆竟冻在了一起，步子都迈不开了。参加渡河的老战士尚继臣回忆说，他们在渡大洋河时被国民党军打回来3次。我们那日的三渡洋河，那洋河正解冰啊，打南京口的时候，这正是那冰不接不住人的时候，这我们打的这个，你老上边呢，你老没有站脚地，你找人家打回来3次，打回来3次，我们仍然那什么，仍然要渡这个洋河。华北军区2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对指战员们说，如果让第35军从我们手里逃过新保安，和怀来县的国民党军第104军会合，那我们第2兵团是交不了账的，是要铸成历史大错的。经过连续6昼夜的急行军和强行军，围歼第35军的华北军区2兵团主力陆续赶到新保安外围，彻底切断了第35军退路，完成了对第35军的包围。华北军区2兵团司令员杨德志说，跟随毛主席打了20多年仗，没见过毛主席用以霹雳之势行万军之令这样的言辞发的电报，所以部队是玩命的赶路。
我们这个师就堵住了，把35军给堵住了，命令我们要守住，起码要守5天。傅作义下命令，派了是十几架飞机轰炸我们前沿阵地。这时候马文华可能当师长，下命令说你们先守着，我们就死守。死守守了3天3夜。傅作义获悉第35军在新保安受阻，一方面电令郭景云固守待援，一方面任命第104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，统一指挥第104、第16、第35军，全力以赴接应第35军返回北平。安春山作战经历丰富，老奸巨猾。但是郭景云和安春山素有积怨。郭景云与安春山同时期当过师长，郭景云一向看不起这个小个子师长，偏偏阴差阳错，傅作义任命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，被第35军翼电员错译成西部收容总指挥。郭景云感觉受到莫大侮辱，堂堂的王牌第35军竟然要由他来收容。被委以重任的安春山情绪高昂，当晚就率部抵达新保安外围。他以为郭景云会喜出望外，谁知郭景云在电话中却表现得异常冷淡。但是这个时候安春山啊，通过无线电报就给报告这个谁，这个这个傅作义，就说他不配合我，他还让我进去替的这个防守这个阵地换防。12月9日，国民党军第104军和第35军在12架飞机的配合下，继续实施相向攻击。华北军区2兵团在冀热察军区部队配合下，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。第104军推进至赵家营、马圈一线，距新保安不到4公里。安春山要郭景云果断突围，郭景云让安春山攻至新保安城下接应，双方互不配合，争吵不休，陷入僵持。用郭景云的话说，对的，我35军不需要你104军救援，我不需要你的可怜。至12月10日，在华北军区2兵团顽强阻击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的策应下，第35军退回新保安，第104军撤回怀来，第2兵团随即完成了对新保安第35军的包围。此时顺利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从延庆出发，直指康庄。国民党军驻守康庄的第16军发来电报，声称怀来、康庄、八达岭一线出现解放军，如果再耽误下去，北平告危，负责救援的第16军、第104军谁都别想撤回北平。黄昏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发起进攻，国民党军第16军惧怕被歼，掉头向北平逃窜。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迅速追堵，前后夹击，至12月10日10时，歼灭国民党军第16军主力，并占领了康庄、岔道、青龙桥，切断了第104军的退路。康庄失守，怀来与北平之间的道路被切断，安春山再也顾不上救援第35军郭景云部，决定烧毁不便携带的装甲车，从傅作义为他选择的沙峰县逃回北平。东北野战军第4、第11纵队各部协同作战，至12月11日，将国民党军第104军1.3万余人全部歼灭于怀来以南的横岭关、白杨城地区。安春山被俘后，伪装成伙夫，未被查出真实身份，使他得以逃回北平。此时龟缩在新保安的第35军彻底成了孤军。当时国共双方的整个态势是，在平津战场上呢，我们把
沪系的主力，包围在了平章线上。这个时候，东北野战军的主力正在入关，对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战略分割。为了不让蒋介石和傅作义迅速定下南逃的决心，毛泽东决定对新保安、张家口在两周内原则上围而不打，对北平、天津等地则是隔而不围，也就是说只做战略包围，不做战役包围。根据毛泽东的部署，华北军区第二、第三兵团对新保安、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形成铁桶合围之势。东北野战军主力日夜兼程，向北平、天津、唐山、塘沽等地急进。12月中下旬，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成功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、新保安、北平、天津、塘沽五个相互孤立的地区。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被斩成数段，陷于既不能战也不能守更不能走的困境。到此为止，华北军区第二兵团、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等部共歼灭傅作义部两个军、五个师，将第35军的两个师包围在了新保安，将第105军等部七个师包围在了张家口，完全控制了南口、八达岭、怀来一线，达成了对平津县傅作义部的分割包围，同时迫使傅作义将天津、塘沽的第92军、第94军、第62军等部调到了北平地区，使津、塘沽地区的国民党防守兵力大为削弱。1948年12月22日上午，总攻新保安的时刻终于到来。华北军区第二兵团100多门大炮向新保安发起猛轰，东门城楼和城墙被炮火轰倒，解放军开始实施联合突击，勇猛穿插，将第35军一块块分割，一个个吃掉。战至中午时分，第35军主力基本被歼，第35军军部成为仅存的最后一小块阵地。开始总攻的时候，那是一个都是炮，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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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去了，啊，我们从南边南小庙那儿打的，我们打新罗南，我们伤亡的应急干部比较多。这是当时郭景云在新保安突围时的指挥所，从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可以看出，当时的战斗非常激烈。在密集的枪炮声中，郭景云给傅作义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，命令卫士去推两桶汽油，集体自焚，但无人听命。无奈，他独自走向后院，掏出手枪自杀身亡。他自杀之后，我们的工程部队打扫战场的时候啊，得知他就是国民党的王牌三十五军的军长郭景云。杨德志司令员亲自下命令，在这个新保安那个地方，找了一口最好的棺材，把这个郭景云啊擦得干干净净的，换上新的棉衣，给他装到棺材里边。后来的话呢，谈判的过程当中，那其中有这一项，交换这个战俘，交换的什么啊，把他交给了国民党一方，啊，新保安战役啊，至此结束。傅作义得知第三十五军全军覆灭，如丧考妣，痛哭之际，忽然想起张家口，不由吓出一身冷汗。他认定第三十五军被歼后，张家口孤城难守，命令张家口国民党守军相机突围，向绥远撤退。而这一切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，命令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立即进攻张家口。12月23日拂晓，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并肩出击，
战至12月24日16时，除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往绥远外，共歼国民党军5.4万余人，张家口宣告解放。张家口的解放为平津战役的胜利拉开了帷幕。